我永远不能服输，心里一说就全输了。早知会弄得这么狼狈，就该将子轩交代事情全做好，至少死前能给他留个好印象。子轩，对不起，我辜负了你的教导。 子轩，小白，我还以为我永远都见不到你了。小白，你怎么趁我这几天不在，贪玩的跑到这里来了？没，我没有贪玩，我是为了这个。 我是为了蟠桃，我一直小心翼翼的护着，我怕它坏了。你看，你看它还没坏，你看是不是没坏？你为了护一个蟠桃，竟然弄得一身伤。来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这儿。 大胆，子轩，竟敢擅闯瑶池！这条蛇妖擅闯蟠桃林最大滔天，还请你速速离去，别妨碍我们执法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该动用阴司，这不是置他于死地吗？不过一条蛇妖，用阴司惩罚刚好。动用阴司，可曾侵蚀过王母？不过是一条小蛇，我们就可以做主。口气倒是狂妄啊！让开！你把我们天罡卫当摆设了吗？ 今日我不惜一战，也要将人带走。你不怕得罪瑶池王母？王母娘娘慈悲为怀，她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小白受尽折磨而死。子轩，你还没有飞仙，就不把九重天的规矩放在眼里了吗？在下，我又得罪了。不要再与九重天为敌。拿下！啊， 我带你回家。 谢谢仙鹤姐姐，仙鹤姐姐，为什么我回到九溪山以后，一直都没有看到子轩？他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你以为瑶池是什么地方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能走？那子轩他……子轩倚天罡位交手，已是触犯天条。仙鹤姐姐，这全都是我的错。 跟子轩没有关系的，但动手的是子轩。虽然王母宽宏大度，但是子轩主动请罪。
希望能够平息风波。仙鹤姐姐，那我现在能替子轩做些什么吗？少添乱。你要是真心悔过，就跪在他房门前等他回来吧。我等，不管等多久我都等。子轩，见过西王母。多年不见，你变了。闯我瑶池救人，罔顾戒律，冲动鲁莽。此事都是我一人所为，正如你所说，冲动鲁莽，还望西王母降罪。子轩，甘愿领罚。青帝可知道你来讨伐？都是子轩一人所为，与九溪山没有半点关系，是我愧对了师父的教诲。当初明知道有罪，为何还要闯？小白毕竟是骊山圣母的弟子，若有任何的差池，我怕会伤到二位上神的和气。如此看来，你倒是一片苦心，为我解忧了。子轩不敢诡辩，不愿以一己之私让二位上神为难。现在九重天上都传遍了，说我竟然为了一颗蟠桃为难骊山门下的弟子，如此一来倒是为我解围了。子轩不敢。休要卖乖了，那日我也只是想借偷蟠桃一事教训一下小白蛇九重天上的规矩。骊山门下修成正果，终归也是九重天上的人，只是没想到会闹到如此地步。罢了，终究他是善心一片。不是我想闯的，我就想要一颗蟠桃，我是为了帮我的朋友，我的朋友需要这颗蟠桃。多谢西王母。你一向冷静自制，从不肯失掉半分仪态，但现在却为了小白的事情与瑶池王母大动干戈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咱们理亏，这几日你为了小白连续受罚，但他却毫不知情。无论如何，他们都不该动用阴司。对他们来说，小白是妖不是人。在我眼里，小白是人不是妖。我们争不过一个李子，就算此事瑶池王母可以不计较，但九溪山不会就此放过。好了，我累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小白只能留在九溪山，哪儿都不能去。子轩日日督促你读书写字，花了那么多时间与功夫，你怎么还会犯这样的错误？
我辜负了子轩的教导，你要看清自己的命，是清醒的清，而不是轻贱的轻。一旦看清楚了，就不会肆意妄为，更不会胡思乱想，也不会做错事。可一旦看清贱了，不但会耽误了自己的名声，还会毁了子轩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仙鹤姐姐提点。一夜的思念，爱不到繁花盛开，你转身坠落凡尘，云游四海，千年如尘埃，换来你一世相守的等待。天地不灭之心，你知道哪儿错了吗？我不该擅自闯入蟠桃林。这么爱吃蟠桃？他们说你离飞仙只差一步，蟠桃有助于仙力，所以我想把蟠桃送给你。若不是我及时发现了异象，借了冰镜一瞧，若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现在早就成了阴司爪下的亡魂了。还疼吗？这是你一直舍命护下来的。来，你不是想要尝一尝吗？我不要，我只希望你能够顺利飞仙。看来你还是不清楚修炼成上仙是怎么一回事。来，吃吧。那我们两个一人一半。来。今天我让你画景色，你盯着我干什么？哦，子轩，你刚才明明是闭着眼睛的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盯着你啊？这是什么法术啊？我忽然想起来，林楚还在休养，不知道心火的情况怎么样了，我该去看看他了。林楚，就是那个要取我蛇心的人吗？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看看林楚？不用不用了，我还有好多功课没做完呢。子轩，你去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师父密音传话，难道是有饕餮的消息？你怎么能私自读取师父给我的命令？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饕餮逃出昆仑山滥杀无辜，白帝竟然隐秘不报。若我能将饕餮逮回，九重天上无需知晓。你身上的伤都是饕餮所为，你现在伤势未愈，根本就不是饕餮的对手。上回你没能拦住饕餮，这次有了饕餮的消息，如果再让他逃了，岂不是责任更大？只怪我心火未愈。饕餮的仙力不在你我之下，
你还有伤在身，完全不可能生擒饕餮的。子轩，我们相识千年，虽分属不同的门派修炼，但始终惺惺相惜。我们一同平定四海之乱，那一场场战役，我们始终并肩作战。但这一次不同，饕餮之事事出昆仑，你最好不要插手。而我，就算粉身碎骨，这也是我的责任。子轩，我替你去擒回饕餮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这是昆仑的事，你不要插手。我早就提醒过你了，你现在的状况不适合使用仙力，否则你的千年仙力只会毁于一旦。子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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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道这该不会就是子轩的结束吧？姐姐，仙鹤姐姐，子轩他去哪儿了？你犯了那么大的错，当然要给你一些时间反省了。我已经每天都在反省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子轩为难了。你想他了？嗯，仙鹤姐姐，你快点告诉我吧，子轩到底去哪儿了？前段时间我教你做人的道理有些严厉了些，你没放在心上吧？我知道那是仙鹤姐姐为我好。这做人呢，不像做妖，做妖可以随心所欲，但是做人却要揣测人的心思。是不是子轩生我气了？仙鹤姐姐，你快教教我吧，我怎么样才能让子轩不生我气呢？要不你做个样子，假装离开九溪山，让子轩忧愁紧张。一旦他为你担心，就说明他真的把你放在眼里，就会去找你。到时候你再道个歉不就行了吗？你敢坏我事，若不是因为白帝护你，你怎敢如此胆大妄为，竟然以孩童之心来修炼邪术，无所忌惮。区区几个凡夫俗子，死不足以。众生平等，你造的孽定会付出代价，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今日我就仁慈点给你一个痛快，绝不拖泥带水。
你身为龙族，却想要坠入魔道，修炼邪术。若晚一不收了你，让你修成了万魔之首魔眼，以后怎能奈你何？哼！我今天就算是死，我也要带上你。我不会杀了你的，我要你活着，反省赎罪。 生不死，不悔不灭，凡间飘荡，历经千难，以还孽障。你竟然占我仙根，你还不如杀了我！只要我一日不死，我将穷尽所有力量，慢慢折磨你。 子轩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要不然我去找他吧。他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么长时间，不会是出了什么危险吧？ 出了一个道理，哎，这应该是领悟的悟吗？怎么能写成错误的悟呢？生死熟虑，哎呀，这深思熟虑怎么能跟生死扯上关系呢？ 规矩的规怎么画的是乌龟呀？看来明天开始得加紧鞭策，写一封信都是错误百出的。子轩，你这个时候的反应不应该是担心吗？怎么还会有闲情逸致改我的信呢？可是如果子轩没来找我。 子轩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饕餮竟然将一丝魂魄留在了天机剑上，那怎么办？你赶紧去追他吧。你怎么这么傻呢？就你这点本事，还想保护我？真不知该说你胆大，还是少跟进了。我这点伤不碍事的。饕餮的。 魂魄跑了，你赶紧去追他吧。只要还留在九重天上，就一定能追到。
燕霞，治好你的伤最为关键了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被天机箭伤了，你还能笑得出来啊？ 一点都不苦，来，再喝一口吧。你为什么想要离开九溪山呢？我就是想知道你在不在乎我，想知道你会不会去找我。 如果我不在乎你，不去找你，你真的要离开九溪山吗？当然不会。小白，人心最经不起试探与猜测，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做了。难道我又做错了吗？有些事情对你来说，或许太过于复杂了。我只希望你不要忘记初心，活得自在快乐一些。我只要在你身边。 我就过得很快乐。早点休息吧。你受的伤虽然不至于致命，但容易留下后患。好好调理。子轩，你能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呀？放心吧，我等你睡着了再走。 全身出现裂痕，根基不稳，这痛竟是蚀骨裂心。子轩，等等我。 小白，你的伤选好了吗？赏你出房门的。你又忘记带伞了，我来给你送伞的。我怕你着凉了。别给我转移话题。如果你的伤势加重了，那该怎么办？ 我躺了几天，早就好了。我要是再躺下去的话，才会生病呢。<笑>看你脸上这么开心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嗯，又被你猜到了。我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给你。哎，你等等。嗯。难不成你又去了蟠桃林，偷了蟠桃吗？嗯，上回犯了那么大的错误。 再笨也会记住教训了。这是仙鹤姐姐送给我的桃花，漂亮吗？仙鹤姐姐说了，这种花只能在春天开，九溪山这种地方终年是雪，所以根本就看不到。
绝对不同意，去蓬莱仙山怎么能带着小白？你这反应会不会太大了些？我是说，蓬莱仙山门规森严，带着小白恐怕有些不妥。更何况百草仙君那儿也没法交代。你放心，我会妥善处理的。你送了小白的桃花，他就当成了宝。 我倒忘了，小白从小就没有见过桃花。眼下，正是蓬莱仙山桃花盛开的季节。我想让小白好好的看一看这满山的桃花。子轩，你似乎对小白过于的偏爱和纵容。是吗？我倒觉得我对小白严厉了一些。他现在，肯定苦着一张脸，好好的念书呢。 我对他是不是太过于强人所难了？仙鹤姐姐，原来蓬莱仙山的景致跟九曲山完全不同啊！那你是不是比较喜欢这里啊？要不要留下？子轩。 蓬莱果然育有天下百草，灵储的心火用了这些药材，差不多就可以痊愈了。草药先放我这儿吧。今天因为我耽误了些时辰，眼看着天色渐晚，小白今天恐怕是看不见桃花了。我先走了，再去采一些草药来。 没关系的，今天桃花谢了，明年还能开，今天开不见，早晚都能看见的。你想得倒透彻呀！花开花落，终是万物法则。我本来想带你看看这晚上的桃花林，晚间的桃花林啊，别有一番景致。现在看来，不需要了。不是的，子轩，我刚才说的话都是骗你的，你不要信我。既然如此。 那刚刚为什么要惺惺作态呢？这可不像你啊！不是你跟我说的吗？做人要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，难道我又做错了吗？你没做错，这次是我故意逗你。<笑>走吧。嗯。送白头，拈一朵落花遮住离愁，旧恨心忧。 化作眉心的愁，几番春秋，想念能熬过几个年头，那是手心握不住的红豆。桃花，好美啊！冬雪未有残留。 <笑>我只送了你一只桃花，你却给了我整个桃花林。<笑>九曲山终年风雪，难得见到这样的景色。不过这里再美，也没有九曲山美。蓬莱仙山的桃花林是仙界最美的地方。嗯，这里十个桃花林也比不上一个九曲山。 九曲山的水，九曲山的雪，九曲山的美，样样都好，因为有你。 你怎么了？
是不是我又说错什么了？你没说错什么。对了，你刚刚想说什么？接着说。我刚才想说，因为九溪山有你，就够了。花开如酒，我枯坐梦中望城石头，闻鹧鸪声声催人别。 拿给我，拿给我！这是紫萱画的。 我猜紫萱近日所为，许是与此有关。他这是要毁了他自己。你离飞仙就差一步，最后关头，怎么会败在饕餮的手上？ 饕餮伤了你的元神，你为何不说？千年道行功亏一篑，你可知飞仙这一劫对你何其重要？是徒儿的修为不够，又负于师门，让师父操心了。徒儿，恭请四神。九溪山存世万年，只收了你这么一个徒弟。为师为你付出了千年的心血。 如今你道心不稳，未来大道该如何前行？元神已有裂痕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凭饕餮之力。 绝对不会伤你如此之身，你与他对决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我低估了饕餮的邪力，一时失策，才惨遭重伤。你心思一向缜密，从未有如此的疏忽，除非是你故意为之。替领主前去活捉饕餮的时候，徒儿仔细的想过了。 说杀了饕餮，必服了白帝脸面，怕师父在白帝那儿不好交代。可若活捉了饕餮，以白帝徇私的个性，只会有更多无辜的受害者，所以徒儿最终决定，斩去他的仙根，让他再也无法返回仙界。你心思如此周密，你是借此机会受伤。 无法飞仙离开九溪山闭关，你安排如此周详，是否与此画有关呢？这是紫萱何时所画？这幅画，并无不妥之处。师父多虑了。你动了情。 我早已看淡了一切事情，从未动过情，包括小白。
好，既然你与小白无情无念，他本就该在骊山修炼，让他从此离开九溪山。我未曾违逆过师命，一直以来凡事都是由师父安排的。只是这一次，请恕徒儿无法遵从师命。你再说一遍。子轩，你可还记得当年昆仑山出狱之时，你修行之心是何等坚决吗？这两个仙童乃是天地钦点，一为七杀，一为破军，万年才得以降生，怕日三界的兴衰气运可就落在他们身上了。你二人年纪轻轻就有如此修为，你们为何修炼？为早日成仙，以一己之力匡扶大道正义，方不负师门栽培。我一门心思修仙，不为外物，指望替九重天造福天下苍生。我再问你，修行千年方可飞仙，闭关千年才有可能位列仙班，这千年的修行，这清冷和寂寞，你们受得住吗？子轩能办到。你随我回九溪山，今日所言务必记住。千年来你随青帝四处征战，难道不是为了早日飞仙吗？你受的苦受的伤都没能动摇你的道心，如今却为了一条蛇妖让元神受损。子轩，元神受损夜夜生不如死，这样的痛苦煎熬值得吗？无所谓值不值得，对我来说都不是煎熬。我一直随师父修习医术，百伤之中最难愈的便是心，七情六欲皆在其中。可如今我才明白，比起元神受损，心痛心累才是最大的煎熬。千年来的每一战我都与你并肩，此时放弃岂不可惜？快将元神养好，待你飞仙之日我定等着你。这千年来我的确一直等着这一天，可如今我却觉得飞仙之事并没有那么重要了。若不是因为小白。灵楚，你是我的知己，是我的朋友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期许，但我绝不允许你伤害小白。看来小白果然是你的劫数，可你想过吗？你的命格形魂俱灭，归于天地，或许会害了他，也害了你。不会有事的，灵楚，人定能升天。子轩没有告诉过我，原来人伤心痛苦的时候心这么疼，感觉像锤子锤下去一样。
早已看淡了一切事情，从未动过情，包括小白。包括小白。既然你与小白无情无念，让他从此离开九溪山。九溪山上都传遍了，青帝要将小白赶出九溪山。所以，你是在替小白担心还是暗喜？我之所以会这样做，完全是因为担心子轩。恐怕你错估了形势，看错了子轩。以前的子轩，绝对不会忤逆青帝半分，如今却为了小白，与青帝顶撞。一个刚刚修炼成人形的蛇妖，竟能让子轩如此做。他们才短短数载的缘分。这些时日，你日日替我熬药，如今我已痊愈，尚未亲自向你道谢。不如，送你几句话当做谢礼。百年是缘，数载亦是缘。你只有放下对子轩的执念，才能看透子轩的心思。子轩，圣母，没想到你竟会元神受损。此事与小白无关，是我行事鲁莽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七杀阁为何注定一生孤寡？子轩，从未想过。你心里面就从来没有半点怨恨。若是动了情，便有了牵挂，还怎么守得住三界大道呢？你心如玲珑，如此通透。当初我把小白送到你身边，也不知道是对的，还是错的。修仙之路凄苦，他便是我身旁唯一的春色。自从来了九溪山，他便如雪原之上的桃花，千年风雪，难掩俏丽。一切的心动，皆是为了他。既如此，你便更应该珍重，不然这风雪之中，又有谁能护着他？上古开天地时，阳气上升，阴气下沉，这阴阳相聚之处，就能生出此等冰晶，这朵冰花，或许能助你恢复元神。多谢圣母。修仙者本是与天相争，若是不悔，那便顺心而行。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万物从无不变的道理。或许有一日，三种天定的命格也会有逆转注定的运势。你难过，是因为子轩未曾对你动情，所以他让你离开。嗯。那你想留下来吗？嗯。子轩不能违背青帝，我明白他的思绪。我只求在我离开前，能够助他养好伤势。只要他养好伤势，你就会离开。嗯，其实这倒不难。丹药房有东海冰心之，可以帮助子轩迅速的疗伤。只可惜所剩不多，他把大部分都给了灵楚。东海冰心之无色无味，如果能融入茶水，让子轩喝掉，我这就去学。且慢。取而不告，视为窃。小白，如果你偷拿了东海冰心之，
你知道是什么样的罪过吗？你果然没有画里的好看。那幅画是子萱按照我的神态一笔一画勾勒出来的，丝毫不差。子萱的丹青略过了缺点，仔细一看果然少了点灵气。画中是美人，当面一看也不过如此。你当然想取我的蛇心，我差点命丧在你的剑下。如今我刚刚幻化成人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说句对不起呢。你以为你修炼成人，我就不敢取你的蛇心了吗？那你点歉意都没有吗？不取你的蛇心了，饶你一命，算是赔礼吧。只是今日心火上涌，不如取你的蛇胆入药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小心不伤你命的。不行，我这个蛇胆不能用，我这个蛇胆有剧毒的，如果你用我的蛇胆用药引的话，你到时候你的肠子肚子全被毒烂了。胆囊在这儿。你跟子萱都学了些什么呀？我还以为他认真的在教你。你不许这样说子萱，你可以说我傻，说我笨，但这不是子萱的错，是我自己不上进。以后不要因为你傻你笨连累了子萱。子萱她为了你，算了，这事告诉你你也不懂。总之别再闯祸了，若因为你闯祸连累了子萱，我定不会轻饶你。还有，没事别在丹药房附近瞎晃悠，这其中有重要的东西，若是让青帝知晓你进去了，连累的人是子萱。只要为了子萱，受再大的责罚我都认了。和姐姐说，在第一个丹炉内。第一个，这是第一个。找到了，这个就是东海冰心之啊。见了吧，
我罚你抄写的，你可都写完了？嗯，我抄了10篇，还画了一幅画，练了琴，我还研读了棋谱。你发什么愣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嗯，子轩，情是什么？情是劫，情是债。那你可曾动情过？动情有什么不好的吗？你是听到了什么吗？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为什么别人都有七情六欲，而你没有呢？七情六欲我可教不了你，这个以后你自然就会明白了。或许我现在已经懂了。真的明白了？我可是花了千年都没有看透呢。子轩，我想当一个真真正正的人，不想当一个被你随手捡回来的小白蛇，我想有一个名字。小白就是个名字？不是，那是小白蛇的名字，不是我的名字。我现在已经是人了，我也会哭，会笑，会闹，会痛。我想让你帮我起一个名字，我想让你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。关于名字的事情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等你学会了琴棋书画，方方面面更像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再告诉你，怎么样？至少在我离开前，能用人的身份跟你相处。没想到小白为了子轩，竟然真的去偷取丹药。换作是我，能否做到这一点呢？被关在丹药房里吗？怎会如此啊？谁进过丹药房？我。小白，你这是犯了无可弥补的大错。蛟龙镇住了西湖的水源，我们必须要尽快抓回蛟龙，
否则受苦的都是黎民百姓。多耽搁一刻，便会在人间留下难以挽回的损失。咱们赶紧去吧。你伤势未愈，这次由我来收留蛟龙。我没事的。仙鹤姐姐，小白，仙鹤姐姐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子轩不能替我去，他身上还有伤啊！我没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，我不该让你去丹药房。仙鹤姐姐，你能不能帮我把身上的线索给解开？子轩让我把你看好。这屏障挡不了多久，蛟龙以西火一聚占了优势，我引开他的注意，你斩下蛟尾，斩了蛟尾他便无法借水势翻腾，咱们抓他就简单多了。你没心的血，不碍事的，你无需担心。你元神受损，如何与蛟龙正面迎战？当初东海一战，我孤身一人与蛟龙大战三天三夜都安然无恙，现在有你帮我了，难道还擒不了蛟龙吗？擒下了蛟龙，咱们再在九溪山好好的交流一番。好，那你去引开蛟龙的注意，我来斩蛟尾。仙鹤姐姐，我知道我潜力微薄，但是也许我能帮他挡一挡攻击呢。上一次我帮他顶住了天机剑，这次没准我能够替他挡。我不能帮你。小白，这线索是紫萱亲自设下的，你戳不破的。可是上次灵楚，你上回能替灵楚解了仙障，我相信这一次你也一定可以的。如果仙鹤姐姐你实在不愿意的话，我不会勉强你，但是我就是想试一试，万一我可以帮他呢？我不想让子萱受伤，求求你了，仙鹤姐姐，求求你了，小白，